这里是张哲瀚2020，我遇见我北京首唱会的现场，我是张哲瀚。第一首歌唱的是《我遇见我》，也是今年一批的同名歌曲。其实我想表达的是，就从我开场从人群中走过来一样，从你们中间走过来。人的一生就是我遇见我，我遇见你们，你们遇见我，你们遇见你们的过程。然后大家可能是通过某个综艺节目或者某个角色认识我，龙飞叶也好，魏婴也好。想起去年8月的时候，我在上海梅龙镇广场也是一个首唱会的时候，有一位粉丝特意从德国飞过来然后看我的首唱会。然后包括今天你们这么多粉丝漂洋过海来这里看我，所以这就是我遇见你们的故事。所以我觉得这种感知和爱是相互的，所以很谢谢你们。然后，因为那个预算有限，所以呢就自己做主持人了啊，就没有主持人，就全程我自己主持。然后看到这两天看到一本书，村上春树的书，说人应该怎么看待孤独啊。其实我想我很赞同他的看法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人就是会要去面对自己的孤独。然后孤独就是不是说你要去向别人倾诉你的孤独，是孤独就是就像你往地上挖一个洞，然后你把它越挖越深，挖到某个点的时候，你会和这个世界上可能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或者也好，会产生一种连带感，一种不一样的感知和联系。就像我，去演某个角色，去4个月，在一个地方拍戏，然后呢，等到播出的时候，我在4个月的时候享受这种孤独，在播出的时候就与你们现在在座的各位产生了一种某种特殊的联系。所以，大家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我遇见自己的一个过程。就大家会有的时候会经常去自己跟自己对话，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这样，所以就做了一首这样的歌。接下来呢，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故事，听你们在入场前都写了自己的小卡片，我什么什么我啊。那么就请工作人员把你们的故事搬上来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挑选几个比较有特点、比较特色的，然后选择他们来讲出他们的故事。这个字体都非常的裤子太紧了，蹲不下来。这个我选的那个，这个第一个就很吸引我，他写了4个我。这个人 是不是比较自我？我要选几个啊？选4到5个。然后，哎，这个人说我错过我，看来他跟他自己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发生了什么很奇特的故事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，我骗了我。看看啊，还这里还有个更厉害的，我叉5。我再选一个哈。好，这里有个很厉害的，写了个我想揍。好，这个我是052，把话筒递给052的那个朋友啊，听他说出他的故事。
刚你说我问我是不是一个很自我的人，我觉得我写的我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。厉害，我中有我，我中有没有我，这个意思是没了没了。你的故事说完了，是故事说不完，说不完，对，故事还在继续，对，好，你替我们节约了时间。然后像这个四十四，我想揍那个话筒，但是在你的右边。哦，对不起，是大家逼我这么写的，为了吸引你的注意。大家不会逼你揍自己揍自己吗？那你就分享一个，就比如说今天的主题我遇见我，然后你跟自己平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交流，或者是跟自己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分享给大家。你替我撑下时长，不然时间不够了。你们多说一点，我就可以少说一点。从上海飞过来听你手唱会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不来了吗？还是要说我需要说什么呢？比如说我就像我说的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种连带，然后呢，会有产生一种联系。你是怎么是因为什么你遇见了我？你可以说一说。其实作为情线嘛，每次。气象系能拍你的时候，不管是机场还是现场，我们都是看不清你的。我们从永远都是从屏幕里面看到你，永远都是听着相机的咔咔声，会是我们产出本的最大的安慰吧。你比较就是我们想抓住你每一刻的笑容，所以希望不仅在舞台上，还是在机场啊，或者在任何的一个场合，都希望你能笑着面对我们的镜头，看，记得盯我们镜头哦。这真是，就是他说的这个故事是我不知道的，就可能有些粉丝，因为他们要产出物料，他们时时刻刻都要举着相机，然后呢他还不停地倒退，可能怕撞到别人，撞到柱子什么的，其实也是为了拍出很好的照片给帮我拍出很好的照片，然后呢也给大家粉丝们看。所以说我是不知道他们的角度，因为我从来不会举着相机拍别人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啊，真的有打动到我，谢谢。这个33，我错过我。我认识他，乡镇，乡镇。换了发型。今天来特意打扮了一下。但是结果你上来的时候还是很炸，还是有点好像是大红大蓝了。那个骗了我。不是我不是骗你啊，我写着我错过我呀、我没骗你、是33吗？我错过我真的33，我错过我，你错过你，我解释一下啊，就是那个我的年龄可能比大多数今天来的粉丝，无论是男粉还是那些小妹妹都要大一些，要经历的也要多一些，也要说一些的这个。其实他可以翻译一下，就是自己错过自己。其实呢，人这一生中呢，往往经常会，感慨，就是我失去了多少。然后呢，当我得到多少的时候呢，我往往不会注意到这些。而且人有时候呢，会去追求是想要的东西，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。似乎很重要，但是其实那时候你已经错过了自己，也就是我错过了我。像之前最开始就是认识你，应该是在《鱼戏传》，然后之后是近距离，我还拥抱过你。对，
然后中间呢，我就说一说我的故事吧。然后中间呢，我消失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也是，因为到我的年龄有家庭，又有事业，然后去追求一些东西。但是我后来忽然开朗，发现就是很多时候我在说我自己，要说今天我又出去了，又回来了。好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你不是每次都是陪你老婆来的吗？这里，这是你爱你老婆的一种方式，也是爱你的一种方式。哎呀，知道为什么你老把你老婆拿捏得死死的啊？好，谢谢。缘分呢？每次我看我都能点到你。好，这37，我骗了我。就是当时写的时候，觉着可能，自己可能生活中可能其实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然后不顺利的事情，但是就觉着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，有时候就是假设一下，这个东西可能会变好，或者说自我安慰一下吧，就是当时想的这个，不太好的时候骗一下自己，然后可能会更好。就是有一种自我催眠、自我疗伤。哦，对，是。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就都会有这样的时刻，就比如说我开心拍不下去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默默的给自己倒数，就是算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过，让这个日子好像好过一点。对，但是每个人其实还是要对自己未来充满信心，然后去热爱生活，包括就是生活虽然给了你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其实说不定它在背后带给你什么好的东西，这样去理解会好吗？啊，会好一点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听了大家的故事，也会给我很多感触。其实作为演员，我觉得和每个陌生人、每个不同的人交流，听他们的感想，包括说那些物料粉啊，他经常举的镜头，他看不到，他其实看不清我是怎么样，他要随时抓拍，就是完全站在我一个可能我看不到的世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，所以啊，给我很大的触动。演员就是这样的，要和很多人去交流，才能更好的去理解你没有接触过的这种人群也好，去饰演那种角色也好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啊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真的是我现在非常想唱的一首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北京的天啊实在太干燥了，我呀想把上海的雨下到北京来。其实可能说不定以后会写一首歌叫《北京的加湿器》，或者《北京的沙尘暴》。听我们那个公司的司机刘哥说，我说哎，北京雾霾，他说这没什么，我们小时候都玩那个沙尘暴，这都不是事儿啊。好，下面这首《上海的雨》献给大家。往下一场
总以为我们有太多的浪漫可以开启，来不及陪你慢慢变老却分离，不想离开这个城市的你，寻找放心你的勇气，要雨停风起，我终于拥有你的消息，我还在等下一场雨冲刷关于你我过去，你曾是呼吸，再也回不到第一天相遇，再也回不到第一天。下首歌转身，thank you.
是我的一首新歌，也是我自己写的词，是我拍《天涯客》的时候在剧组一些感想，一些生活的感想，然后写下来。然后这首歌呢叫《不说》，和上一首歌呢其实挺连贯的，说好了不说。不说这首歌，不说，献给大家。Oh,
昨天啊，前天啊，昨天，反正不管昨天还前天啊，就这两天，然后刚录。小时候啊，总是想啊，就是说很多巴拉巴拉，说很多一堆话来表达自己，试图说服别人。现在呢，就觉得很多时候呢，大部分人和大部分。很多其实有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不能够理解自己，有时候我就觉得沉默是金，为什么会自己和自己对话呢？其实很多时候你说出来了，别人其实也不能够理解你到底在说什么，想表达什么，反而会可能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糟啊。然后你不用去和别人争论什么，你做什么或者是想什么。然后很多人肯定是反对作用，或者很多时候就像可能你父母啊，我妈也在，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会告诉你，哎，你应该这么做，你应该这么做，或者你应该这么做，像你其实小的时候他们总会给你设计好，其实很多时候你应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是我。然后呢，你也其实有的时候呢，你如果去和你的父母或者你和身边的朋友去争论，有的时候你的冲突的言语啊，会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造成一定的伤害。其实大家只是说持不同的意见，其实并没有说，觉得你就是对的，我就是错的。其实有可能大家都是对的。很多时候，所以我说为什么要不说呢？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，如果大家哎他跟你持不一样的声音，其实你不应该去，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去反驳他或者去和他争论，你就放在心里就好，然后你默默地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这个时候其实享受这个过程，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自由，非常自在。就像我歌词里写的，尽情狂舞，自由漫步，不用去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没有人会指挥你应该怎么做。这就是我想表达给大家的，就是，做自己就挺好的，然后呢，现在也就让我们少说一点，多唱一点，让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，然后我就随便说六个数字吧，就在座的数字，然后请粉丝上台，然后呢，跟我比拼一下。谁才是中华小曲库？好 ，OK， 哎，这衣服太热了。想得美啊！然后那个，66。七，88，63，25，12，过了几个了？过吧。哎，还有一个是吧？四，对，报了的举下手。好不好？66。直接就上了，不用等。然后七是吧？然后25。还有44吧。没了，六位满了。下去，怎么肯定多一个人？那这样没什么啊，这是啊，七个，本来就选六位粉丝，现在选了七个。然后呢，第一轮我们比拼的是啊，唱歌词里有我的歌，歌词里有我的歌，
刚答对也不算了。下一轮了啊，你先站上来，我开始倒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
下面，下面唱歌，唱歌词里有颜色的歌。好，换个方向，哎，我觉得可以。哎，注意好听，聪明，给五秒钟思考。我喜欢记忆风飘摇。下一位。
个的秘密的秘密，就不告诉你。那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照亮我们。那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觉得就是有两位赢家已经很好了，好吧？福利就是拿上潘立德跟那个和尚赢，然后呢给你签上名。太热了，我也想脱，服装师不允许。潘立德呢？等会我会签好名拿给你啊。来，下一位。挺贵的。好，现在真的太热了，有一身汗。现在就带给大家，最后一首歌《光》啊。这么矮。没衣服了。来吧。给大家贴什么金吧。第一个挑战成功的拍两张，真的啊。好，换到公屏里。来，今天就开始了啊。没有第二次，就就是在，但是后面很可惜，羡慕你的勇气，你没有再听两遍的。我很羡慕你的美貌。好了，谢谢。好，第一个挑战成功的拍两张啊。站上去了，咱们再开始起啊！哎，你都没有进明白，没有进去，快点！你还带几个呢？快点，你先站好，人家还前面。好。Freedom， 可以。来，大点声啊！
这个好像也不太成功，就是因为进也没进对，是你音乐还没有到你就开始读了。好，来，没成功。来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快，来，行。那你说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那你过了。虽然前面两句都是跑，那后面他又接回来。可以，可以，算你过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来吧，来吧，来来。是很短暂，接下来干什么呢？当然就是难忘今宵。其实也不想和大家说再见。希望以后可以多做几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，然后可能每年发三张，可能攒个10年也差不多了，30首。
来今年不止三首歌，今年会有六首歌。啊，我已经另外还有两首歌还没有发的，已经录了，还有一首也会录，应该会在今年年底，应该年前吧，会带给大家。所以今年有六首，等于说再加上这个前面的三首，九首，下次来可能就比较值票价了，就时间会长一点，不过省去这些做游戏的环节，只唱歌，啊不行。好了，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！谢谢你们远道而来。哦对，摄影师上来跟大家拍个合照。不是你们上，坐下。我这样，我蹲在这儿吧。谢主办方，也就是我的音乐经纪公司新喜文化，感谢独家合作音乐平台 TME、腾讯音乐娱乐、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，感谢咪咕音乐，感谢票务合作平台秀动，感谢总导演罗毅，感谢执行导演王周一，感谢吉他王振兴、贝斯王伟、键盘手卓杰，还有鼓手冯俊华，谢谢。感谢 WIS 赞助的水润面膜 WIS 比自己更好，哇塞，主持人的口播都自己说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非常棒非常棒，有你们才有这么精彩的演出，谢谢，他们辛苦了，谢谢，什么意思？割了，真没割了，没了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在北京玩的愉快，拜拜。